进去，张雪儿还皱了皱，进吗？嗯。人力资源，人力资源。原子。三、二、一，可以。真的吗？张雪儿。插不上了，宝宝。我觉得，我在理想伴侣，他的一个特质是一定。宝宝，有喝水喝这么多啊？为什么呢？还真接，阿管真接。那今天谁洗碗呢？我洗碗，强强，你有没有洗碗？我没洗碗。又没洗到。完全没被。嗯。好事啊，宝宝，有没有擦到？没擦到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理论？我说我都能理解。他跟兄弟可以议论。这个水是只有我看。他其实应该是对。他宝宝没有擦到吧？但是我觉得小鱼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，但是我现在这么不舒服。是你的能力，对。处理事情是需要能力的，他没有。好吃啊。